紫米面包，姊妹们，这一箱是一斤装，然后里面是五个，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。然后三片吐司里面加的炼乳和紫米，这紫米不少啊，姊妹们，这玩意儿你当下午茶、当早餐都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你看，那吐司嘎嘎软和，那是辣下了。短饱食品，两个小孩都能吃。底下有链接，嘎嘎软和。自己看，姊妹们。包装是这样子的，啊，而且有活动，8.8一箱，姊妹们冲吧！视频下面有链接。